同台为我传情赴天呢。你与同手似雪之前，你同是佛祖宇宙本是其实，你同繁华龙火火火火火火。来看来看都来看，又给大伙来见面，石化哥又出现，再给大伙说一段相声演员郭麒麟，他是一个啥样人，自我评价冷和沉，师傅夸他好演员。德云社的少班主，学习相声很刻苦，学习年头不算长，选择搭档阎鹤祥，配合天一都无缝，也把优秀相声送德云社的接班人，吸引粉丝一大群。身为德云少班主，依然学艺很刻苦，不骄不躁很低调，好的作品来汇报粉丝和观众，想不喜欢都不行，星二代的好典范，指出大理人称赞。大理名气非常大，娱乐圈里传佳话，娱乐圈里一清流，小小年纪也出头，小小年纪都走红，让人羡慕不能行，事业发展万事顺，让人羡慕嫉妒恨。圈内圈外引关注，拥有很高关注度，知名度也非常高，各大综艺都想要邀请大林做节目，吸引粉丝的关注，大林自身的流量，助他光芒都万丈。相声艺术来传承，收获很多的好评，他的师傅叫于谦，曾经对他说一番，于谦接受了采访，一番评论传播光，赞叹徒弟郭麒麟与众不同非凡人。他说大林非常棒，别的孩子不一样，说出位置不相同，要把相声来传承，郭德纲家好儿子，于谦徒弟都认识，背负压力非常大，一不小心被八卦，压力动力来平衡，大林做得非常行，他把压力变动力，统领人中无人机，事业发展非常稳，发展目标来找准，找准目标用攀登，终于迎来了成功。青玉眼里的演员，天宇也把大林谈，大林好像大男孩，自己命运来安排，特别文艺的青年，也是一个好演员，音乐电影都喜爱，谦虚礼貌长得帅，众人评价都很好，大林却喜欢自嘲，他对好评不接受，自己做的还不够，努力做个好演员，有事也休些懒缠，拥有自己的梦想，快快乐乐的成长，这么坦诚和坦率，粉丝怎不把你爱了个把你爱。每来年三四在国内唱绝和牧羊写一首唐飞电工艺之歌，偶然在电视上看到了苦花组合，为他们量身制作月亮之上花遍全国，因歌曲的走火红却与苦花签约，苦火死不活已改名凤凰传说，因苦爱问传奇被别人一语打破，改名成凤凰传奇后在央视情歌赛上一战可后，因林花太紧张没评上第三等奖，可是有俗话说是镜子总会发光，在星光大道上再度唱月亮之上，荣获的年度亚军冲进乐坛势不可挡，身躯冠名作风有时间以后再讲，在成团10周年首先把祝福送上，我们到底爱情又要把什么来讲，请大家拭目以待，感谢关注爱歌社团，去世长谈。